大家好，我是炉子兄弟，我是老罗，我是宇哥。前段时间我们老乡那里钓了好大一条鲤鱼，今天我们没什么事做，带了鱼竿，大家也钓，看能不能钓到大鱼。先打窝先，这个玉米，还有这个丝钓。看这个鲤鱼来啊！今天搞大货上来，我也要。这条是五米四的手杆，试一下这个漂位，真的是浅。今天就带这三个丝钓过来，是918，还有这个野亮，还有这个罗底。差不多了没有？可以的，可以就开钓了。你钓手杆，我钓这个爆炸钩啊！啊，你钓海杆那边是吧？看我，看我们两个谁的运气好。看，这是我的爆炸钩，先甩到河里面去，打一点一点，哇，跟炸鱼一样。能挂住吗？能挂住。哎，有货有货了！有，哎，小鲤鱼，有小鲤鱼，哎，肯定有大鲤鱼的。哎呀，先上下，哎，这个鱼，这个抽，这鱼太小了，漏出去了。哎呀，哎，哇，这个肥肥的，这个哇，吃了好多东西。第一条上来，哎呀，你看今天运气应该好吧？可以。第一条上来了，可以差不多。半个小时，这次要搞大了一条上来。哎呦，哎呀，又上鱼了，又上一条。哎呦，这条大条，可以不？啊，又是鲤鱼。哎呀，别动啊！哎呀，哇，这条可以。嗯，第二条收获了。哈哈，这条比较漂亮了，都是这样的，就是太小了。哎呦，小心点了，看钓到又跑到河里去了，放生了。看来这个石钓今天还对这个鲤鱼还胃口很好，这个对它。哎，哎，两条啊，两条啊，双飞双飞，哇，可以不，老罗？今天钓鱼就看你的咯，都是这么小的吧，大鱼还没过来，大鱼肯定到晚上了。啊，这么快，两条这么大，一下子钓两条。哎呀，第四条今天，嗯，可以吧，这个位置，这种小鱼，哎，大的都没来，还没到啊。看老罗钓的那么过瘾，今天换我来试一下，看我运气怎么样了，看你能不能钓到鲤鱼啊。哎呦，好像有动静了。哎呀，真的，哎呦呦，哎呀，这条鲤小鲤鱼也一条小鲤鱼啊。你看都是这么小，哎，能钓到算不错，算你。哎呦，看收了。这条怎么没动静呢？我来试一下，小鱼都没动静吗？这康顶不好还是什么问题啊？还是没有鱼啊？鱼肯定有啊！啊，重新让我扔一下，可能我今天运气好。啊！老罗下雨了。下雨了。嗯。没感觉到吗？哎呦，看你们下一次都有货上来了。哎呦，快点，快快快快，把手机换。我还想去看信息呢。哎呀，你看，哇，这条比较大嘞，这条比较大，
哎呦，哎，这条可以吧？可以啊。哎，哎，挂了一点点皮，哎，真的差点跑掉了，差点跑掉啊，这么大的，这条可能是最大的，再收了。再搞一条大一点的吧，可以可以，必须的哇，搞一条大搞摄影片今天晚上。嗯。哎，这个八角钩不行了，这个海杆。宇哥啊，这个雨越下越大了，怎么办啊？我们雨伞都没带过来。那我们先闪吧，回去吧。反正已经钓到六条鱼吧。是啊，好像钓到六条鱼了，要够吃，吃也够吃吧。可以了，那先回家了，算了。还剩下这么多饲料，拿喂鱼算了。拿喂它算了，下次来多搞点。哎，六条，六六大顺。嗨，六六大顺。先，今晚又有鱼吃了。啊，先回去了。有喜欢观看我们的视频，帮忙转发一下，点个关注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